讲哦，拢真有压力，吼、哦，真有压力吼、哦。所以，因不但真有压力，因都考过街头艺人考试哈、哦。啊，为着要拓展咱村落文化，咱星光三月文教基金吼、哦，星光三月文教基金会啊、哦，伫六七八九，六七八九吼、哦，邀请阮这团要去台北、台南、台中、高雄哦，星光三月百货要表演吼、哦。啊，我无爱甲政府吼，无爱甲政府提钱。我希望咱会当家己自食其力，会当家己自食其力。希望各位今日若感觉袂歹，我会当甲咱支持，甲咱加油一下吼。阿辉吼，伫咱庙口发生一挂真趣味的代志吼，就是讲拍拳也袂过瘾，啊，惜命先呢，啊，佮加上咱过去即一二十年来呢，伫庙会内底。跳钢管舞哈，贤淑哦，跳钢管舞哈，是不是咱上用着这个掌声嘞？来，咱再老奶奶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快来哦，看会到较好，教教我一招；看袂到，你等下心肝起来摇哦吼。阿公吼，足久冇这么舒服过呀呢。公，你在看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在看报纸啊。阿公，上面的内容写什么？可以讲给我听吗？哦，这个在讲哦，最近青少年哦都不听话，戆生的立盲球员安呢去四处窃盗啊，飙车酒后驾车呢，你知影无？会啦，嘛知影，戆生的你上乖啦，阿公上听你啊，啊无阿公来讲一个故事互你听好无？是什么故事啊？敢知影？伫足久以前，就是咱今嘛所徛的土地，啊，咱以前这个所在，以前这个故事，迄就是吼，伫足久以前。啊，啊，他坐来我笑吧。啊，一个十块真俗啊啦，还搁来出价。啊，无好啦，我想好买二十个啦。甲你买二十个，敢有搁送几粒啊？啊，十块真俗啊呢，唔通搁出啦啦，啊，就接小的啦啦。好啦好啦，门也送你啦。放起耶，放起耶。又出来一个阿芳姐啊！你今日你去对啊？我看你敢那无偌有精神啊，你呢？啊啊！今日无啥关机啊呢？啊！你今日喏啊，买一挂百三只大瓜，唔知要挂等个啥物人食？啊！我就要挂等好只老狗食。啊！芳姐，你在困？啊！恁头家吼安尼，敢是过大了，过一冬去啊吧？啊！即嘛最近当然。哦，啊，你安尼足好，安尼买一罐肉粽，买转来互伊食。啊，听讲哦，去台中吼，大家拢哦，足侪人要交着二奶呢。哦，啊，你哦，毋知会放心啊袂？啊，放心吧，七老八老变老人啦啦，钱啦有摕着就好啊啦。董姐，我看吼，咱拢食毋得呢，安尼踮伫床脚吼啊，做身哦，安尼也无鞋啊，好穿拢烫只脚。我看吼，咱明仔载吼。带来吼，安尼人咧讲大减价吼，咱带来买两领衫咧啦，无咱是吃唔得呢。哦，啊，我都唔知喏，最近拢袂爱出门安尼吼，啊，身体拢袂足轻松的安尼。啊，我最近吼嘛想啊，感觉安尼吼，脚软手软哦，啊，卖饭哦，啊，食袂济啦，唔知要安怎咧。来来来，抽冷签，卜写卦，问婚姻，问事业。问身体，哎，芳姐，头前吼有一个先生吼，讲改准嘞，
啊，咱吼来来请教看卖啊嘞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参考一下。哎，四妹啊，你看我身体吼，唔知对达欠安怎？你要看伊挂乌钱呢，是要看啥？你手伸过来，我看卖啊嘞。啊，你贵人吼，伫南方啦。南方遐大啊，是要对吹啊？你讲较清楚嘞，我去甲伊看较清楚嘞。你着对迄个南方迄边吼，啊顺咱这自行车道安尼行行行，行到一个吊桥入去吼，你着会撞到一个生作足奇怪的，手提着一支宝剑，迄就是桂林啦。宝剑，啊你是咧讲武侠小说呀？愈讲愈有煞。小妹，你讲有准吼？一定会撞到贵人哦，哈，保证啦，一定会撞到贵人的啦，你放心，人甲恁收一百就好，敢会当用钱包下？好，咱来吼，咱来找贵人，行行行。起动啊！起动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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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啊！恁有夹牌啊无？啊，要夹什么牌啊？啊，叫排队的啊！啊，无人啊，要排队。啊，我看无人，我就先来坐咧啊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你要问啥？啊，都要问身体啦。这位地主，你要问身体吗？本宫拢是咧办大代志，这种小代志较无咧办啦。啊，你既然来啊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你介绍一个专门咧办这种小破代志的，你等一下，来，甲请出来。Hola
来来来，各位乡亲赶紧来，我的名叫阿财，来到贵宝地第一届，今仔日一个好康要报予恁知，就是永安六点半，伫这个汤厂的庙口行，邀请到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下乌熊矿乐队。要来大车票，大家吃饱趁老早，三步做两步行，赶紧来庙口埕。王师啊！咱永安吼，赶紧的，咱倒来看看的庙口永安有表演，通较早来看。好，好，好，行转来。先来先看，慢来看一看。今仔日来到贵宝地，唔是要拍拳头，嘛唔是要卖膏药，是要创啥物？是要做神书。做啥物神书？是要介绍这边王老板兴气散。兴气散。无论你是切伤、烫伤、弄伤、乌青、阴亏、满堂加伤，还是闹着一条线、条目睭盲、目睭乌、目睭前有乌影、头痛、脚痛、手痛、颔骨拉筋、硬胀硬胀，拢总来用这边。王老板，兴气散。在还没给您介绍这个好康的进程，咱来先来看一个特技表演呢。来来来。精彩特技表演，佮刷落来本团无少重组，邀请到阿督啊来表演，就一个轻松的节目，请恁目睭闭起看明来。咱讲到这个王老板的兴气散，伊是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使用，因为初次来到贵宝地，特别优待各位一罐圣灵500元，而且买三罐，佮另外送你一罐阿里不达面油。讲到这罐面油，唔是普通的面油，伊是综合着地沟油、饲料油、五金回收油的精华，佮掺有几啊种贵重金属，而且佮加上神奇的漂白酵素，互你使用一遍。白甲亲像死人面同款，若是老伙仔咧臭干，保证有效；若是无效，你会当敲电话来汤厂找我，我会当阁送你两罐。来哦，你别紧哦，阁刷落去，咱就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要来表演。喂，你讲的阁来啊啦，紧刷紧刷。嗯，财神你好，财神你出来啊！
你是不是在吃咧卖鸡油啊？的事？无啦，哪有？阮是咧发扬传统文化。啊，你还阁唔走的事？阁唔走，就要甲你掠去关的事。阮是咧做艺术表演呐、啊，阮较等的吼，阁有辣妹表演呢、欸。哦，你讲有几个的事？头壳腰熟呢，壳下身顶壳壳。紧叫伊出的事。有，喂，瑶瑶出场哦。袂歹的事。好，大人，我叫人拿一条椅给你坐，啊，你坐较头前的。听着又气了戆尔，我趁这机会紧选。谁是我记好记，打个卡，按个赞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哈！剧团的成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讲，希望会当要把咱消失的地方的传统文化基业吼，再加了也加保留起来。那么咱每一村每一个社区内底拢有伊特殊的文化，啊，透过传统文化，吼、哦，这个表演的方式大家呈现，啊，这是咱最主要。咱这个小咪咪那样的贤淑团、贤淑剧团，上重要是文化的迄个面向上的目标。那伫社会迄个社会上的面向上，我希望因跩拢是平均七十二岁，吼，咱遮长辈啊会当透过活跃老化，吼，啊会当因伫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快乐，啊，将个快乐会当带动予咱其他的咱这个民族安尼。另外就是讲，在地安养哦，是咱囡仔拢出国去，啊，再小人家己当独立起来，啊，家己透过这个物件，因真快乐，这是咱伫社会面向上的迄个重要的意义安尼。